Sis， 今日 CC 服服有 Jerem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Mira 嘅 Jeremy。Jeremy， 可唔可以介绍下你今日医生嘅造型系点解会咁配衬嘅咧？上身咧就系一个比较，其实睇落去冷衫，其实佢系好薄嘅一个冷嘅质地啦，所以其实佢都唔系话好热嘅。但是為了造型而設的咯，呢件事。因為你哋係一年四季都係一年四季都唔會穿短袖嘅，我哋係。咁下身咧當然是一條闊的牛仔褲啦，因為我覺得依家即係呢兩年好興嘅就係闊的牛仔褲啦。我都係穿闊褲。我真的覺得每一個人呢兩年屋企入邊一定是一條闊的牛仔褲。當然呢條係灰色係再特別多少少咯。咁下身就簡單襯翻個黑色的波鞋咯。咁有冇話你平時自己中意點樣去造型㗎？出街？都是穿一條闊的牛仔褲啦，上身就是一件 T 啦，看看那天是什麼色啦。如果下身通常我都是黑白為主的，或者是藍色啦，外套就一定要有的，你知道偶像的包袱即是外套不外乎一件恤衫啦，或者是一件冷衫啦。有沒有說你特別喜歡哪個 K-pop 的 idol？我喜歡的 idol 是女仔，但是不可以作盡的，但是我都會看男仔怎樣穿衣服的所以可能看現在的男團是怎樣穿，好像 Stray Kids 17那些平時的私服，或者是他們機場look是怎樣穿。因為我覺得你的髮型都好像 Stray Kids 的、我也有看看他們的造型是怎樣做的，有時候好啊，今天多謝 Jeremy 和我一起介紹這些服裝。Thank you。